第三十题，以物体放在近视眼镜前面，逐渐往近视眼镜靠近，则成像性质与变化为何？我们知道近视眼镜是凹透镜，我们也知道凹透镜只会成一种像，叫做正力缩小的虚像。我们也明白，我们的凹透镜的成像是物体越靠近透镜的时候，像就会越大，最大的时候就是贴在凹透镜上面，这个时候成像最大。所以第三十题。听我们说，则成像性质与变化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正力缩小虚像，但成像逐渐变大。